的妈呀，他这个眼是怎么了？他脖子下面好像还有血，是那个链子勒出来的血吗？天啊，还在滴血呢！我的妈，他这个脸是不是肿了？这个脸还肿了！我的妈呀！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把你药，把你脖子给抹完。你都累了，我不知道你累不累，反正我俩累了。好，睡觉。我最棒的小毛孩了！哎呀，乐乐太勇敢了！哎呀，乐乐真勇敢，乐乐是最棒的小毛孩了！哎呀，真好！我哪见过能帅的小毛孩，就见到乐乐，哎呀，起来是从来没见过。哎、不夸不行、嗯，不夸不行哈、啊哎。握手，握手。嗯，你好。那个手，摸摸头，握手，握手。骠骑大将军，走吧，去放去吧，去吧，去玩吧，去玩吧，玩吧。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你接住，你就接住。那接东西一把手。第 N 次接零时，准备开始，三二一。那叫人都到零了。乐乐一出门，只要脱开这个绳子，再喊不离，再喊不离，搁院里边怎么喊都行。大家看好啊！现在到大哥他直接跑。你去慢点走，慢点走。哎，乐乐，乐乐，过来吧，看他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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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坏了，今天得追他爸。咱不追，在这等着看他会不会跑远。乐乐，吃饭了吗？乐乐，咋看不见了嘞？上哪去了，乐乐？乐乐搁哪了？给我逗摸摸嘞，搁哪了？乐乐搁哪了，乐乐？走喽，放风筝。家们，等会儿给家们表演一个放风筝哈。给大家表演一个放风筝。走。哎呦，操作一点，操作一点。风筝收回来吧。你恐怖我就直说，站我道干嘛？把我挤，把我挤哪样了？把人挤地上，翻地上了。这次终于又把头套给拿下来了，但是说脖子上面还有一点点儿、嗯，一点点儿没问题。你还是累了，等会儿跑啊。突然之间来跑的，乐累吧？跑个100米，你他能不累吗？你，你好帅。尊敬的小杜先生，尊敬的涵涵女士，我乐乐这一生前期过得是不太好，谢谢你们收留我，还给我好吃的，还给我好喝的，就是我太调皮了，我半个月就要戴一次头套。没事没事，原谅你哈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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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知道你调皮啊，谢谢。我感觉乐乐，乐乐他正常
要是按乐乐的心理心理的话，他不会的。乐乐他不会。小调皮，我故意的。对他都会这样子，但每次凶他时候可听话了，凶完一分钟之后就变样了。可是吧，乐乐也是咱们小院快成为元老级的小狗狗了。嗯。但是。你看你，你看你刚缝完乐乐，就把他新伤口给你展现出来了。少脱点皮吧，就你半个月出一回事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怎么回事？这回给他住单间，看着还出事。你看他的脸上没长。要么皮有病，要么就挑衅人。你看人家大红，人家团团，人家都是元老级人物，人有大哥哥的一个样子，但是有大哥的样子，那就是。生活上会有点累啊，你看他无忧无虑的，像老顽童。你别看，你别看乐乐来我们院时间长，乐乐比康还小。乐乐，乐乐，过来来，乐乐，你撒娇，乐乐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乐乐。这样我挺累的，说实话我挺不起腰，我还晚了。说实话，你起来要不来？非常非得让抱着。啊，起来吧，我一弯腰有点累，是吧？累了，就地而睡啊，乐乐，上睡觉呢。那就放开。那呀，他不摇摇。他有羊羊肉吗？你看，喜欢肚子的羊羊肉在肚子上。这我遛你是你遛我。再转，麻烦了你。